一条风干的老头鱼是我今天在海岸边发现的，这种鱼非常罕见，据说见过这种鱼的人不超过100个。如果你也是第一次看过，就留下你的双击加关注，看我每天赶海直播。这是5条搁浅的小鱼，是我今天户外赶海，在海岸边发现的，不知道是什么品种。于是问了一下我舅老爹，他说它叫玻璃猫，通过肉眼就可以看到它的鱼刺。哇哦，好神奇！看到它双击的朋友，2019年发大财，走好运。你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，这是他的青春留下来的散文诗。Hello，老铁们，今天户外赶海遇到了一条搁浅的龙尾鱼。听老一辈人说，看到龙尾鱼双栖的朋友，2019年必发大财，走好运，万事如意，一顺百顺，奥利给！家渔船进港了，抓这个八爪鱼还是这个30年的老船长会抓呀。这个手法保证八爪鱼不会咬到自己的手臂。如果你也喜欢户外赶海，就加个关注，给个红心。祝进来的老铁2019年发大财，走好运！